海家，你是谁？海家。峰哥啦。不是峰哥。好吧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Bruno的热门美型小家电。相信呢，热压机在很多人的家里都有，算是一个非常实用又常见的小家电。Bruno 的热压三明治机，还有他后来推出的Panini 后烧机，其实这两台呢，我都有开箱过，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我之前的开箱影片，也有示范料理。所以今天呢，主要是重点式的跟大家分享这两款有什么不一样。那最重要的是呢，这个影片呢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还有粉专都会各抽出一台双人的 Panini 后烧机。所以详细资讯呢，请看我们的资讯栏。好吃吗？峰哥呢，是我帮他热压的草莓炼乳吐司。单格的呢，它其实算是一个非常相对好入手，因为它很小巧，然后电线又可以收纳在后面。后来我比较常使用的就是双格的，因为对我来说，双格的效率比较好。我有时候做那种鸡蛋糕都来不及峰哥吃。其实呢，三明治机跟Panini 后烧机都有出单人跟双人，那他们两个最主要的差别呢？大家看厚度， Panini 明显比较厚一点。对，因为它的厚度多了两公分、深度啦，所以它可以热压的东西就会相对可以多很多。这是单格的三明治机，这是双格的 Panini 机，深度明显深蛮多的。那因为呢 ，Panini 后烧机它出的配件比较少，三明治机它就会有鲷鱼烧啊，或一些塔皮的配件，因为它都是可更换的那个烤盘，所以如果你是很想做鲷鱼烧的呢，那你就是只能选三明治机。这台双人的 Panini 后烧机呢，它跟单人的 Panini 后烧机有点不一样。双格的呢，它除了时间设定之外，它最多可以到15分钟。另外它还多一个温度的设定，它温度呢是从110最高可以到210度。但是单人的它只能调控时间，是不能调控温度的。那常常我开团呢，都会有人问我说，哎，要选哪一台，或者是要选单格还是双格的。其实最主要呢，就是看个人的需求。但是如果是我呢，我会选后烧机双格的。其实因为这两台呢，单格跟双格的价钱是差不多的，然后再加上呢，双格的 Panini 后烧机，它除了布热压吐司盘之外呢，它还会多一个东西，就是布一个 Panini 盘，等于你买这个组合呢，它是送了两个烤盘。但单格的呢，它就是只有布热压吐司盘而已。所以这样比起来呢，你会觉得双格的还是比较优惠一点，加上它还可以调控温度。然后它这个是它的 Panini 的烤盘，它这边多了一个槽，因为呢它有一个设计，就是它可以煎牛排啊煎肉，然后它这边就会有一个槽可以拉出来，你在煎的时候呢，它的油或汁就会从这边流下去，就可以接住，算是蛮贴心的一个小设计。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很常被问吐司的部分。其实如果你要压得漂亮，吐司就是尽量选择符合它烤盘的大小。那我很常用的就是全联的吐司，像我这次买的这个是布里欧，它的大小就是这样一个正方形，或像超商的晨光吐司也是差不多这个大小。因为你如果太小片，它没办法压到旁边，就像你如果买曲边的吐司，它效果就不好，或者是你买那种很大片的鲜奶吐司，效果也不好。好吃吗？好吃。那热压对我来说就是有个优点，给小朋友吃呢，比较不容易馅料掉出来，这很方便。对，因为就可以压在里面了。那我们后面呢，也会有我实际操作的影片，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参考。因为我一直觉得，其实同样的食材，同样的吐司，同样的内馅，你要把它压成盘尼尼，你要把它压成热压，其实都是可以的，看个人喜欢什么样的呈现方式或什么样的口感。反正呢，就是有需要的人也可以好好参考一下选购。那我们这次开团的时间呢，是3月7号到3月14号，
每次开团前呢，我都有特别比过价格，绝对是非常优惠。那有时候厂商会做促销，就会有不一样的价钱，所以我没办法保证每次的价钱是多少钱。那欢迎大家去比价一下。那我们就来看我们实际操作的影片吧。Go Go。可以准备这种小餐包，然后中间把它划开，可以不用切断。煮出来先，提醒大家，如果要煎牛排啊或肉的话，这个盒子要装上去，它外拉一点点，它才接得住哦。
球也被吃掉了。被吃掉了。我们实际使用的影片是不是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难？因为我也蛮常在动态分享我的料理，我个人的料理诉求呢就是简单好上手。有其他的问题呢我没有回答到你的，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或者是私讯我们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，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记得帮我按赞、按订阅还有开铃铛哦，然后记得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